南部七县市足球比赛一共有9个队报名参加，分社会和国中两组进行，预定赛程2天，到明天下午颁奖闭幕。今天第一天比赛4场，每一场都非常的精彩。成绩是第一场嘉义东石胜高雄狮甲1-0，第二场台南县仁德胜高雄县嘉定3-0，第三场台南市后甲胜嘉义东石9-6，第4场是台南县仁德胜屏东里港1-0。